44岁嘅颜志恒参加第一届中年好声音而为人熟悉。佢除咗出名有把靓声，仲系一个出名嘅外妻号。佢近日一家四口去咗内地长隆玩，网民都大赞佢老婆 Fion 同连诗雅好似样，令人好羡慕妒忌。Fion 一直都好支持老公参加歌唱比赛追梦。他们一起拍拖的时候，节目就是去唱 K。 在比赛期间，颜志恒就被网友称为颜值担当，其实他太太才是真正的大美人，完全都不像是两字之母。颜志恒有幸福的家庭，又追梦成功，真是一位人生赢家了。